家好，我是林。其实刚刚哦，我是想要早早就拍 vlog 啊，没有想到呢，他的SIM卡忘记带出来，那跟他一样，他忘记带脑，我就忘记带卡。你看，厉害！今天是我们可以讲说是最后一次一起吃饭。最近真的是性格不合，然后也很多 argue 啊，所以我们打算就等一下一起吃最后吃一场晚餐，然后我们过后就各走各的了。哎，要不一起吃火锅？哎，找我就对了啊！而且我们两个是对什么表的是吧？那个肯定跟之前一样，你做到什么东西我们就很干。其实他们做我们懒的，我们爽爽就做。可以。先讲我只有拍 vlog 啊，林董的 vlog 就是这台。我拍东西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谁过来要踩谁呀你？一次找东西来做我们两个啦哦，送红包啊！给你吃啊！直到抽十点不晚。现在来到了 Austin 的一个年货车，给你们看我们那两个傻佬在做什么？你看我在做什么？我有点搞不懂他们头脑在做什么啦，真的。对你见吗？他们弄啊，那个整个是他们的 studio 这样哦，要拍就拍，要玩就玩。他们现在讲哦，拍这个哦，是废了嘞喂！来，我们来拍看一下，哇哇，有耶！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成果。他们是做什么啊？完全没有默契耶！这种没有很会射，另外一种比较会射啦，我不懂啊。哇，多呢！不高分啊，红色比较高分 ，OK， 再来一次啊！哇，厉害！喂，没有比林总厉害。哇！什么画面都没有看到啊！停个停个停！哇哦！现在我们来到这边吃火锅。哎呀，拍摄我眼睛忘记带没有斯文拍到。哎，姐，我要给你们玩个东西啊喂！这个东西呢 ，Yuki 很熟悉，就是哦，只要你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做到一样东西，就会当场做尴尬来。哇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安心吃东西这样啊！我的 vlog 哪里可以安心的吃的喂？你要想一下我们是什么身份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Yes， 来，一起来，一人拿一块肉来刷一下喂。来，吃肉一定要配这种酱料，知道吗？我公司讲 mix 啦，可是哦，你乱 mix 哦。老实讲啊。好知道哦，我有点不想拍啊。所以虽然讲说我 YouTube 拍要专业一点那、啊、吃到也要专业一点嘛，是不是？看不肯定哦，是吗？中啊！那材料，你家材料你中过？他妈没做尴尬，哎，我自己先弄的。去哪里就去哪里哦。哎，那想要给 Yuki 啊喂。站起来，恭喜发财。刚刚是在中间。好一点的，你拿出一个，不要站起来吃，那边吃的就好吃哦。三个拎出来呀，你选哪一个？我就拿小杨的。来，怎么？仔细看好了。哎，你的筷子放那边搞零面，你要煮筷子啊？恭喜发财！哎，我没有录到多一次。你不要玩，真的没有录到多一次，可以吗？没有录到就是你做了。OK， 剪不好啦，不要信啦，你录到啦。哇，好吃好吃好吃。老板，老板，刚刚没有录到，想要推给我讲出一句话。太严重了。啊？做什么？东西不懂了。我先发姐，你看到对面那座，跟你们讲，恭喜发财了。原地站住，听我话。这个有点尴尬了喂。我放过哈先嘛，啊第一轮中哎，放过啊，我第一轮放过哈先啊，再严重拿起自己的杯，举起来，最美中来，我祝你们虎年行大运，选 UK 的，对，站起来大声哎，来哟，
你要大大声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放你，放你，放你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第一次我们就非常过分了哦，我们先吃先。听红发啊！刚刚一直在吃的时候呢，我不想肉，我想好好吃。我给他好好吃啊，他就一直在那边问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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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，问到自己中了。不可以中东西。没有，你跟他中间里面你做一个东西，你中了。送你的惩罚，很碎你。那我要先进哎。他们有玩，论坛跳舞。哈哈哈哈哈！被一个小孩子啊，你要跟他最嗨最这样。我要那种吃东西，然后表达很好吃，这样他吃一个东西那边，哎呦很好吃，我很大声的那一种。哇，他谁地的呀？我靠！哎呦！好吃啊！哇，脸红掉，啊，脸红到完，哇，你有脸，你有脸红哎喂！好白痴！哎呦，很好吃哇！哎，跟我们吃什么团圆饭是不是？我总是不正经的 vlog， you know？ 这种是那种家不靠谱，就是我们会吃螺粉啊。螺粉可以吃的。啊，不要筷子夹饭这样。叫你一直撞，可以啊，那该有去撞啊，老多我不要抓他。太快了！等一下，还会撞啊？我每次在玩没有肉的时候呢，小杨就一直抓得很准。没有，我懂了。懂吗？不会撞是很夸张，别。错，你还不懂啊？真的跟你大型动作没有关系啊。我在讲，好好的吃东西。交一个男的服务员啊，然后要艾薇夸他很帅。东西哦，那林总讲什么尴尬癌，然后我一边吃，我已经中了三次了，然后我晚上出来才问什么尴尬癌。每次讲我又带脑出门哦，结果自己呢，连那个脑袋屎都没有带出来呀、啊。遇到我的时候呢，你永远都没有好过的。随便跟一个人打招呼。我呢要他对住那一桌的人那个方向啦，做那个阿臭妹的手势，阿臭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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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看脸就红了，脸就红了，脸就红了。怎么样？你要好好的吃饭。那好好的吃饭。OK， 这一次我就不要关掉那个 cam， 我要注意一直拍他，看他会不会有中。就是要尴尬，什么叫做脸没有脸？我是跟小杨学的。对啊，不要放了，他刚刚中。好脸，好脸啊，好脸啊，好脸。不是，哎，他。没有，不是，不管好脸是，刚刚讲话怪懒吗？讲什么尴尬吗？这次一定给你够力一点的。来吧。站起来。很大声喊，我美呢，要有人应啊。罢了哎。要你去跟随便一桌人讲恭喜发财，然后对方要看中你回应你才算过。我的就是跳 M 字腿。我在跳啊。没有，一定要有人的地方，这么重没有人的地方，你过来搞烂呢。这边哦。哇，有机会踢，跳你。长大了，有点长大了，这个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让他们好好吃先了，我们先不要抓先了，因为刚刚全程肉这，我老哎。东西还没吃到，我怕你还 UK 别再回家。哦耶，这吃饱了啦啊！有两条友嘞，还在沙沙蒙在鼓里面，不过我们已经猜对了啦。我们今天中的东西是嘞，我们爽就给你中，不爽就不给你中。我厉害吗？厉害，很厉害嘞！厉害，这是我们包出。海龟汤也厉害，这个也厉害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团圆饭就这边结束了。Yeah， 所以我们就要休息了。今天是我们 last day 出来 ，Yes， 没有艾薇了 ，Yes， 告别了 ，Yes。我们准备过新年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来提早给你们拜个年，就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Yeah.